咒龙，九桃，我捡到了20颗石头。会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边是他家。咻！所以可以看到他了，可以来这边偷挖骨头。看到他了，他在这里。你好。他要撞墙了！他撞墙了！他跌倒了！先软化哦，又先软化。你先把他头软化。啾！又啥？手也软化。啾！啊，我也软化了。啊！啊！哎呦！晃晃晃！哎呦！你假戏！不要叫！哎呦！不要叫！晃晃晃，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搓头，搓一头，搓一头。哎呦，哎呦，挥来挥去哦，现在挥来挥去哦。没有要抓你头，你自己转过来的哈、哦，这是气笑你啊，超气，好活泼、哦，发现毒币，我们是不是该打架一下啦？啊，他就这样路过，嗨，吼一下而已，对吧、啊？嗨，朋友不都这样子吗？发小，打招呼都是你怎么还没死？你怎么还活着？那这只是不是比较过动？杰克失控，我晕啦，妈！第一个杰克揍我，我躺一下。我撒一下，我撒个粉啊，我撒个粉啊！环视猎灰 ，Walking。我怎么觉得我在追他屁股后面跑啊？还没软化。好，跳下来了。下来。才刚吃打消果实，你就弄我。晕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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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了！哦，感谢你啊，没有，你没晕到我，不要看我啊！被撞墙了，被撞墙了。对，我在努力了啊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用。啊，他太过动啊，很难撞哎、欸。现在可以撞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你看被扯下来了。没有死头，没死头，来吧，撞啊，撞！有了，撞头了。戳爆他的头，还是硬的、欸？为什么？你要软两次哦。我们都是轻武器。软了，软了，软了，手软了。他手软了。手软了、啊。他手软了。七成。其实我还是看不太出来到底有没有軟。看他的皮呀、啊，他手毛，好，右手现在软了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生锈的感觉。是有一些伤痕。对，伤痕，有伤痕跑出来是软的。对。有点像生锈这样子，
这只啦，啊，其他只不一定。要倒了，要倒了。OK OK。戳你尾巴！我要断你尾巴！切断你的尾巴！你的尾巴！交出你的尾巴！好了，好，我要去挖矿。我打，那都没人你过来。挖矿，旁边有矿，忙着挖矿。好、哦，哎呦，什么东西来了？雷二龙，雷二。冰咒龙足迹，我捡一下。嘿，起笑。尾巴，尾巴，叫出你的尾巴，尾巴，哎、欸，尾巴不要动，你的尾巴不要动。哎、欸，要跳进去，出来。哈基加油！那你太窄了，我要怎么出来？哎呦！哇，直接在门口开一个龙卷风！尾巴断了，尾巴弄掉了。尾巴掉了吗？不是，我是尾巴那个撞了，打破冰。怎么有人丢长矛进来？那极面组吧，这个地区的极面组，发给我。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在那里，对不起，让我吸一个，很好，让我磨个刀，谢谢。啊！谁要让你磨？你说谁给你磨刀的？我要磨。哦，会了，我拔豆啊，哈哈，笑他，哈哈哈。他是假摔，他也会假摔哦。他看起来像摔了，但是他其实是假摔。原来是跟那个假摔龙学的。哎呦，好的不学，学这有的没有的。哎呦，破坏，尾巴断，破坏了。看右手。真的觉得我在追他跑来跑去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飞来飞去好不好？要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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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打，要打！哎、欸，阿奶比赛有人集成吗？没有啊，好、哦，没有啊。他累了而已。啊！哪有？不推打了，尾巴给我，交出你的尾巴！哎、欸，喝了饮，喝了饮，喝了饮，哦，好，喝了饮。哎呦，哎呀，让我喝个。龙卷风，注意！喷、欸、不出来，喷不出来，喷不出来。那我好丢脸啊，小笨龙！假摔龙，可以摔喽！可以摔，
可以抓他去撞墙啊。好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 Yeah. 小笨龙，那次把它破掉好麻烦哦。我觉得后面都以后都会这么麻烦。汽车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倒了！要倒了！好。哦。哎哎哎哎！我还没搓完你就倒了。啊！等一下，我不要爬墙，干嘛爬墙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抓紧！哇！跑去哪里？跑超快、欸，瞬间跑掉，变酸。哎呀，开炸！啊！哎，是哪个安排啊？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哎呦！交出你的尾巴 ！Nice， 我去拉尾巴，尾巴给我！交出你的尾巴！有了，尾巴有了，我的了，他的尾巴是我的了。叫屁呀！哎呦，我吃个应急食物嘛，我体力不够嘛，让我吃一下啦。不给你吃，吃一下嘛，你来，给你一口，给你一口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这直接打在身上哦。哇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！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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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重一摔。重一刷，哎呦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要死我！不叫了，不叫了，不叫了，可以抓了。我先找他的尾巴在哪？在这里。这里。啊，你那怎么继续继续？反在头上吧。红眼龙，红眼龙，到了啊！他身上有掉落物，我刚刚看到，有了，我捡到了。没有啊，我只看到不死虫哎，在尾巴这里，在这尾巴这里有捡到。我没看到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十块，就不死虫。我捡到一个重牙啊，不是重，十块，十块。啊！看到白白的，没捡到。QQ， 嗯，差不多了。嗯，差不多啦。有剧情，你有剧情。嗯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你不是那个了？哦，被攻。他又没怎样，他没怎样。你这么讨厌他吗？他只是去研究而已。对啊，他只是跟你跑不同的任务而已。这么讨厌，这么讨厌他。没有讨厌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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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刚刚有去，你刚有有吃饭，那你觉得另外一个 艾弗 好吗？嗯，游戏，他在看一看，然后很尴尬，游戏。对，他会皱眉头，他很尴尬那种。
好了，我这边先关台了，差不多。好，这边差不多啦，关台关台。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好啦，那我这边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开的有点久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明天就看一下，晚上是跟巧克力玩嘛，啊，就白天继续玩，嘿，那就这样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